来自重庆。我是飞驰号的石高磊，来自北京。在小师姐来之前呢，我们排练就是特别的规规矩矩，按部就班。但是小师姐来了以后，菲菲的眼睛就变亮了，而且呢，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就是手舞足蹈。天地间都是因为小师姐的到来，引燃了菲菲内心躁动不安的心。